大家好，下面由我来演示一下我们公司新款的 AST 系列触摸屏。这是一个空调的出厂阻胎案例，这里面有模式选择，可以选择自动、除湿、制冷、制热、送风、睡眠，也可以进行风速设置，有低速、中速、高速、超高速，还有可以进行温度、湿度设置，温度、